第二十题，此化学反应式中单热还原剂的是何种物质？我们的方程式是这个样子。首先，我老师上课强调过，氧化剂跟还原剂都是反应物，不是生成物，所以选项 C 跟选项 D 都不可能是对的。我们看到我们的无氧化二磷呢变成了磷，它失去氧，所以它本身发生的反应是还原反应，因此它就是所谓的氧化剂。那么我们看到我们的碳变成了一氧化碳，它得到了氧，所以它本身发生的反应是氧化反应，所以呢，它就是所谓的还原剂。因为老师上课强调过，氧化还原必定相伴发生，还原剂是让别人还原，所以自己会氧化；氧化剂是让别人氧化，所以自己会还原。因此，我们看到在这个反应当中，担任还原剂的是碳。第二十题，我们说。在此化学反应式中，担任还原剂的是何种物质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、C。